朕旨意要取婉婉，是朕旨意要立他为福晋，是朕与他有了孩子，你为什么不恨朕？朕记错误了，朕记错不到。看来你会觉得我是一个毒妇，但都是因为臣妾是朕真正的爱着皇上，所以才会这么做的。朕，各念旧恩，乌拉那拉氏安置于景仁宫，非死不得出。苏培盛，奴才在，去景仁宫取回朕立后的圣旨，保印保册，小于柳公，恩与他死生不负相见。 先帝恨毒了我，你害死了他一生最爱，害死了他那么多孩子。他肯保全你皇后的名位，以赎免情，怎愿再叫你逮到你？是先帝毒恨了我，还是你甄嬛毒恨了我？没有你，何来今日的甄嬛？ 哀家能有今日，全靠皇后您一手指点地，自然感恩戴德，尽力保全您此生荣华。您就好好颐养天年吧，皇后。 朕是一定要除掉老十七的，朕只是给你个机会，你用你的行动向朕表明，你对他并无异心。事成之后，王湛也是我大清绝无异的太子，因为他一人，谁都真心人，谁能干得过？阿莲，这是因为江帝和姬，我一点都不曾深想。
这一生，有这一刻，便再也没有遗憾了。华儿，让我再抱抱你。后真小时候很调皮，却又很机灵，有些任性，自小温情深情，一到年纪一定不想守身奉献。好想回到林